我是公关猎头团的111年1月18号，早上10:33，说白了就是11期单词哦。那个叫眼线开了，树林，用八眼八眼的小圈了。下一站七堵。好，几站？七堵。看一下是。对，苏澳发车。从沿线看到树林的四七三四，用八九八一为小圈了。七度。10:34，我们报段子，现在七度站。哦，加一台微箱，然后洗车箱一列为900型，你绿色微箱哈。哦，这下面干嘛？咱们都是这么的桌面。哇塞，一游网，然后名字，然后900。应该是908，落下面干嘛？咱们都是这么的桌面。地图上看到，哎，这台908啊，那还是什么？等一下，908跟90吗？没有，这是909，那也不是90，啊，906啦，906，906，908，909。Sorry， 我们每次都看错了。不过下面干嘛咱们都掉不到的，哎，这边有一台，哎，那高古进那个右侧开门，下车时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这边有一台印尼色的车，我下面干嘛专门出了这么大地方票，还有基隆，我去了。开启车门，哦，他代币了。哦，这边有一台开往基隆的1905，905全了。哦，下面干嘛专门做这么大几方面？看这是叫哪？拜拜。啊 ，C 七啊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本次列车在七堵站等候，其他列车在下。四七泰鲁格自由航通过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